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is not harder than you think. Hanbang class has more Chinese courseworks and efficient materials to help you get it easier. We will also update every week. Let's subscribe and learn more here. Enjoy with us, Hanbang class. HSK 六模拟试题四一听力第一部分一一个游客到一个盛产名人的小镇观光，遇到了一个当地的孩子。他问这个孩子：“你能告诉我这里出生过什么大人物吗？”小孩想了想。 回答说：“没有，我们这儿出生的都是婴儿。”二，一个病人到医院看病，医生告诉病人：“你以后少抽烟，病就会好了。”病人照着医生的话去做。 可是病却更严重了。再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那你以后别抽烟了。”病人说：“我以前就不抽烟呀、啊。”三，农历七月初七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 也有人称之为乞巧节或女儿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浪漫的一个节日。相传，在每年的这个夜晚，天上织女与牛郎会在鹊桥相会。七夕的晚上到外面看牛郎织女星，是民间的习俗。 四，从前有个农夫，有一天，他在田里干活时，看见一只兔子飞快的跑过来，撞在树桩上，撞死了。农夫把兔子捡回家去吃掉了。从此以后，他每天都不干活，只是守着那棵树桩，等着兔子会跑来撞死。结果他什么也没等到，地里庄稼却枯死了。 唐三彩是一种唐代的陶器，以黄、白、绿三种颜色为基本颜色，后来人们习惯地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三彩的诞生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艺术的优点，采用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 线条非常清晰。六，德国科学家在一颗银河系外的恒星附近发现了一颗新行星，其体积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木星的一点二五倍。 距离地球两千光年，在过去十五年，天文学家在银河系内发现接近五百颗行星，它们全属太阳系外行星，但全都位于银河系内。七，孩子对妈妈说。 妈妈，你不喜欢我了。妈妈说：“傻孩子，妈妈不喜欢你，喜欢谁呀？”你们两个孩子，妈妈都喜欢。孩子说：“你说你喜欢我，那你为什么给弟弟生个哥哥，却不给我生个哥哥？” 八，在三岁前给孩子各种丰富的刺激，可以激发脑细胞成长。虽然不能马上取得效果，但却是为以后的学习发展储备了能力。因此，孩子学语言会比其他年龄的人容易。所以，只要孩子对外语有兴趣，越早接触，越能够自然正确的发音与使用外语。 九，拯救汉字书写最切实际的可行方法是从基础教育入手。小学应该设立毛笔写字课，中学、大学也要有相应的课程和要求，如书法、篆刻、硬笔书法等等。教师和家长都要把书写作为对学生的一个要求。 这样，汉字才不会被遗忘。十，当我们看见特别强的光，或者遇到风沙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的闭上眼睛；但生活在水中的鱼，却不会闭上眼睛。 就连睡觉也是睁着眼睛的，这是因为鱼眼没有眼睑，也就是说，它的眼睛外面没有两片能上下运动的眼皮。十一，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 和教育家，他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上学的规矩，主张人人都该接受教育。他开办私塾，收学生不分年龄、贫富和贵贱。他一生收了三千多名学生，称得上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 十二，12. 随着中国女排摘下最后一枚金牌，历时半个月的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就此结束了全部比赛。一共有四百七十二块金牌、四百七十四块银牌和六百八十一块铜牌先后产生。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进入到奖牌榜行列。 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六届亚运会蝉联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的宝座。十三，当我们去看中医时，医生常常叫病人把舌头伸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通过观察舌头的形状和颜色，能够帮助医生诊断疾病。例如，健康人的舌苔比较薄，颜色红润；当人生病的时候，舌苔就会变黄、变白，而且又厚又腻。 十四，中国二零一零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处在园区的核心地段，它由中国国家馆、中国地区馆与港澳台馆三部分组成。中国馆的建筑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其中中国红作为建筑的主色调，大气而沉稳，也易于为世界所理解。 十五，目前一些网络游戏不同程度的存在暴力、色情等方面的内容，这严重危害了那些沉迷于网游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实施网游监护工程的目的是要维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及其合法权益，使他们。 免受不良网络游戏的侵害。第二部分，王宁姐姐，你好，很多老师都说你的知识面广，作文写的非常好，所以想和你探讨一下语文学习的方法。说到方法。 我认为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多读书。作为学生，我们广泛获取知识的最佳途径就是读书看报了。我认为读书要涉及到各个方面，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我们也知道读书有很多的好处，可是学习压力太大，很难抽出时间来读书。 你是如何处理读书与上课的关系的呢？我一般是这样安排读书时间的：我会把难读的名著放在假期去读，一方面是因为平时的空闲时间太少，另一方面假期可以集中精力；而在平时，我则是多看一些报纸杂志。你平常读的都是哪些杂志呢？ 我平常读的报纸杂志很多，在我看来，《读者》《视野》《青年文摘》都是很不错的杂志，《环球时报》《南方周末》都是很好的报纸。我基本上是每期必读。枯燥的学习之余，读读这些文章，既可以调节大脑，又能够增长知识，是人生一大快乐。听了你的话。 我真是受益匪浅啊！我在读书的时候还有一点体会：读书不是单纯的去读，而是用心去读，必要时还要用手去记，也就是说要做读书笔记。我经常准备一个专门的本子，看到好的句子、文章都记下来。读书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启发，随时写下来。渐渐的。 这些东西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你自己的东西，需要用的时候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很有道理，你的语文成绩那么棒，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啊？是的，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养成了做读书笔记的习惯，最初是在老师的逼迫之下去摘抄一些东西，每周上交一次给老师检查。 可是渐渐的，我的习惯却就此保留了下来。如果从现在开始做好读书笔记，积累各种知识，文学素养会提高很多，而且这样对人生观、个人气质修养影响也很大。你的经验对我们启示很大，真是太谢谢你了。 十六，16. 王宁认为语文学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十七，王宁是怎么安排他的读书时间的？ 十八，18. 平时王宁会读哪些杂志？十九，王宁对读书特别的体会是什么？二十。 做读书笔记的好处是什么？王珞丹，在观众们看来，你是八零后最典型的代表。你觉得八零后的特点是什么？责任，我觉得八零后是挺有责任感的一代。 一开始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自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现在都二十七八岁了，已经是开始懂事的年龄了，不懂得责任是不行的。现在作为一个明星，你有自己的偶像吗？很小很小的时候是谢晓东，那时候他经常在电视上唱歌，又蹦又跳，感觉很好。 后来是林志颖、谢霆锋、吴彦祖。不过我好像还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我的偶像。我还很迷王菲，王菲今年在北京有演唱会，可是那时候我有工作。你家人中有从事文艺事业的吗？就我姐姐算吧，她是舞蹈学院毕业的。父母对于你进演艺圈？ 怎么看？一开始我妈是不想让我考电影学院的，但是我还是说服了她。考试期间，为了补充营养，妈妈每天都带我去吃好吃的。到现在，妈妈也永远觉得我是小孩儿，因为我喜欢在她面前撒娇耍赖。但是有一天，我和别人研究工作的事，妈妈也在旁边。我和他们谈话的时候。 妈妈就在旁边听，在回家的路上，妈妈说：“她觉得我在工作的时候还是挺成熟、挺有魅力的。”她终于能放心了。刚进入演艺圈的时候顺利吗？从电影学院毕业三四个月，我都没什么戏拍，因为没钱，我又不喜欢出门，电话一个星期都不响一次。 后来根据海岩小说《深牢大狱》改编的电视剧《阳光像花一样绽放》的剧组找了我，这才有了转机。拍了这么多戏，你最喜欢的角色是谁？单娟挺野性的，和现在的角色差别挺大的。很多人都断定王珞丹演了这部戏肯定会火，可是没有火。虽然没火。 但是那个角色我真的挺喜欢的。二十一，王珞丹认为八零后的特点是什么？二十二。 王珞丹最开始喜欢的明星是谁？二十三，王珞丹姐姐是学什么的？ 二十四，做演员以后，妈妈对王珞丹的看法是什么？二十五，王珞丹最喜欢的角色是谁？ 非常高兴何先生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据说在八十年代，您受国外艺术的影响很深，后来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改变？九十年代初，我去了美国，真正改变是我在美国的美术馆看到中国画的原作后，当时我感到第一次认识了中国传统绘画，因为。 原来我对中国传统绘画没有兴趣，这可能与年纪大了有关，也可能是在国外看到中国的传统绘画反而能接受。这也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可能与中国文化毫无关系。最后，我就产生了把中国的元素结合到自己创作中去的冲动。 中国古代书画给您启发最深的是什么？我并没有产生直接去画国画的冲动，只是想在画油画时把中国元素融入进去。您认为您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会出现在什么年龄？我当然希望出现在未来，也许过了若干年以后，在中国美术史里提到何多灵。 还会以《春风已经苏醒》这幅画为例，《春风已经苏醒》肯定是一幅好画，但我觉得并不是自己最好的作品，《青春小宅》都非常好，而且我最喜欢的绘画还是目前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自己在未来会有更好的突破，虽然体力不如年轻时候，但现在。 我对绘画的热爱程度与原来一样，并且因为多年的积累，无论是技巧还是观念，都有很多全新认识。我还是希望最好的作品在未来出现。您认为当代艺术最精华、最宝贵的因素是什么？当代艺术一方面吸收了传统艺术中最好的成分，另一方面。 也加入了时代的元素，这在很多当代艺术家身上得到了很充分的体现。这也是我比较喜欢当代艺术的原因。它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以及作为这个时代的人，都有着非常密切相关的联系。故意模仿古代与时代不合是没意义的，因为绘画反映的。 就是现实的生活。二十六，何多灵什么时候真正有了一些改变？二十七，何多灵看到中国传统绘,绘画时。 意识到了什么？二十八，中国古代书画给他的启发是什么？二十九。 何多灵觉得自己最好的作品是什么？三十，何多灵为什么喜欢当代艺术？ 第三部分，近日，音乐人苏越宣布，由他担任艺术总监的大型舞台剧《九幕敦煌》已正式建组，金秋首演。该剧总导演将由二零零四年希腊奥运会开闭幕式导演帕派约安努担任，余秋雨任文学总监。电影《泰坦尼克号》。 勇敢的心作曲，詹姆斯霍纳出任音乐总监。九牧敦煌由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中心、甘肃省委宣传部联合立项，总投资近五千万元，将作为国务院新闻办对海外宣传的常设文化项目之一，在国内外巡演。为此，幕后主创。 堪称汇集国际文化名人，除了苏越、余秋雨、帕派尤安努和詹姆斯·霍纳，舞剧《大梦敦煌》创作者赵大明担任创作总监，制作总监则由日本皇家紫绶包章获得者、日本知名戏剧导演卷川幸雄担任。 三十一，《九牧敦煌》的总导演是谁？三十二，《九牧敦煌》的音乐总监做过哪首曲子？ 三十三，《九牧敦煌》的总投资是多少？三十四，《九牧敦煌》的创作总监是谁？ 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不应该让两岁以下的幼儿观看电视，因为看电视会增加他们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的机会。如果每天让两岁以下的孩子看一小时的电视，他们就可能出现注意力失调。负责这项研究的科学家还表示，即使是两岁以上的儿童。 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也不要超过两小时。来自美国的科学家通过对一千三百四十五名儿童进行跟踪研究后发现，孩子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的时间每增加一小时，他们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可能性便增加百分之十。其他的研究也显示，看电视与孩子肥胖症和好斗性格。 有直接的联系。专家解释说，儿童和少年很容易被电视屏幕上的画面迷住，而二到三岁这段时间是幼儿大脑发育最快的时候。如果他们经常被电视画面迷住，就会影响到大脑的正常发育。三十五。 父母不能让几岁的孩子看电视。三十六，这些幼儿为什么不能看电视？三十七。 美国科学家研究了多少名儿童？三十八，看电视和孩子的什么有直接联系？ 十八日上午，湖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暨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田径、举重项目的比赛在荆门市正式拉开帷幕。比赛为期两天，全省共有两百多名运动员参赛。残疾人运动会田径、举重比赛项目分别在荆门市体育场。 和荆门市文化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的两百多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分别参加脑瘫、肢残、聋人、盲人和轮椅等组别的比赛。其中，荆门市共有十八名运动员参加田径类项目，五名运动员参加举重类项目。二零零八年。 残奥会冠军张婷、董红娇将参加田径类轮椅竞速 （100 米、200米、400米、800米等）项目的比赛。田径、举重比赛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获取金银铜牌和证书；四至六名的运动员将颁发证书；团体前八名的队。 将颁发奖杯。目前比赛还在紧张进行中。三十九，湖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在哪儿举行？四十。 残疾人的举重项目在哪儿举行？四十一，全市有多少运动员参加田径项目？ 四十二，四至六名的运动员会得到什么？云南省简称滇，位于中国西南部，省会是昆明市，总面积三十八万多平方公里。 占全国面积百分之四点一一，总人口四千四百一十五万，二零零四年，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三点三六。云南省的三个邻国是缅甸、老挝和越南。北回归线从本省南部横穿而过，其中丽江古城是云南最大、最古老的古城之一。 云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药材之乡”的美誉。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不仅有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种类，在全国近三万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就有一点八万种，占全国总数的一半还多。 拥有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宜人的气候、诗画般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彩的民风民情，构成一幅美丽而动人的画卷。四十三，云南总人口是多少？ 四十四，下列哪个不是云南的邻国？四十五，云南最古老的古城是哪里？ 四十六，全国高等植物云南有多少种？蜂鸟是世界上已知最小的鸟类。蜂鸟身体很小，能够通过快速拍打翅膀悬停在空中。 每秒约十五次到八十次，它的快慢取决于蜂鸟的大小。蜂鸟因拍打翅膀类似蜜蜂的嗡嗡声而得名。蜂鸟是唯一可以向后飞行的鸟。蜂鸟也可以在空中悬停，以及向左和向右飞。在所有动物当中，蜂鸟的体态。 最优美，色彩最艳丽。蜂鸟的分布局限于西半球，在南美洲种类极多，约有十二种，常在美国和加拿大。只有红玉猴蜂鸟繁殖于北美东部新斯科舍到佛罗里达。蜂鸟都是小鸟，有的极小。南美西部最大的巨蜂鸟。 也不过二十厘米长，约二十克重。最小的蜂鸟生活在古巴和松树岛，这是最小的现存鸟类。令人吃惊的是，蜂鸟的心跳特别快，每分钟达到六百一十五次。另外，有些蜂鸟有迁徙的习惯。 四十七，蜂鸟翅膀每秒最多拍打多少次？四十八，蜂鸟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四十九，最大的蜂鸟生活在哪里？五十，蜂鸟的心跳是每分钟多少次？